我是公关六号房的113年4月17号，那个双安红灯有主分头发的是131号房金主。928圈通。928圈通在双安这里，拜拜。131号，看我新竹，就马上就去那边，女手要上班就把钱全了，在双安这里，7:26，10月17号再见，拜拜。